天后蔡依林日前远赴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看秀，不但大喝当地精致美食，更参观各地古典展览，把握机会好好放松。结束时装周行程后，她也接着前往冰岛旅行。今四日，她在 IG 分享一系列美照，途中她目睹了冰川、蓝洞、极光等自然景色，更笑称自己是冰岛微笑大使。其中几张照片，蔡依林更换上连身泳装泡在蓝湖中，一双纤细的美腿让人看了大饱眼福。贴文一出，网友们纷纷大赞，太美了吧，是女神。不过也有粉丝歪楼表示，泳衣真的很像黑社会老大的花臂。这么厉害啊，这么会吸引我眼球。谢谢。那我可以上台吗？好啊。我幼稚园就听你的歌。OK， 没有问题。我们的 range 很广，好不好？胎盘的我都接受。谢谢你。谢谢。其实你真的帮你拯救了很多人。就是很多迷茫的孩子们这样，尖叫声。你平常有，你平常有在表演是不是啊？对，现在就是我是一名专业的变装网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造型很厉害的孩子们。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winner 好不好？哦，还有这个，他已经在镜头，可以给他吗？红色的这位斧头帮造型，我
蔡小姐，我在你的左边。哦 ，Oh my God！ 你是把我阿联酋的衣服拿去穿吗？我们两个裸体谁比较漂亮？你觉得呢？应该是我吧，金教授。你是第几次来看演唱会？今天是第二次，然后其实七年前我也上过一次台。彩虹，你有印象吗？有，你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么会吸引我眼球？谢谢。那我可以上台吗？你上台啊？好啊。有求必应哎！你看我养成什么粉丝了？是不是很棒？每天哎，还是演唱会下礼拜你来唱好了，可以吗？我们回去休息一下，把连三场你帮我唱。You're so beautiful！ 你鞋子穿这么高会不会跌倒？不会，我要给你证明。你手怎么了？这张是什么？那时候2015十一月十五的时候。哦、oh. ，而且那时候我才高一。你看起来，我幼稚园就听你的歌。OK， 没有问题，我们的 range 很广，好不好？胎盘的我都接受。天哪，我抱一下。哎呦，你怎么这么漂亮？那我要你自己准备的吗？哦，我今天素颜穿睡衣的。对啊，那些色素沉淀，从我妈出来的肚子出来的时候就长这样。要告白，就是呢，那时候我其实是高一，然后就是我跟你讲过说，我妈妈对我的形象就是很不理解，但后来我们就是和解，所以呢，那时候我其实高一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形象很模糊，然后就是如果当时我没有伤口，那我就不会长成现在一个，就是因为我其实精神对于社会异样眼光是采取我胚态度的一个怪美的大艺术家。谢谢你，谢谢。其实你真的不知道，拯救了很多人，就是很多迷茫的孩子们这样。哦，金教授，你平常有在表演是不是啊？对，现在就是我是一名专业的变装皇后。谢谢，祝福你，爱你。想要租这套衣服可以去找他哦。